好，我们来抽象语黑金卡象语，然后我们在抽之前，我们先出示一个礼包，满载而归礼包啊，630块。然后这个我记得可以触发出30颗送30颗的那个条件。然后我会出这个是因为他受潜能解放主角 OMS 一套，然后跟熔炼北欧神 OMS 一只。我觉得如果金钱够的话，是可以买这个礼包，然后触发出30送30的条件。好，我们买这个。好，然后买完之后，我的礼包会出现嘛，然后就可以去领取你的奖品。我们先拿。我的魔法石30颗，欸，那那个北欧神送哪一只啊？看一下北欧神，欸，北欧神，哦，这是谁？会抽到我有的呢？废雷，我有了。我有废的，所以说他真是损钱。哎，我有了，我两只废的了。好了，然后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这个。哎，我真的有两只吗？我来看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有193颗，买30送30颗。然后我们一次10点抽，10点抽会受埃及皇权的系列角色，然后40抽必中项羽，到底会不会中呢？来了哦，10颗，拜托啊，那我一次中吧，而且我也只能抽几次啊。我也不能做太多次，因为我没有200颗。我只能做38次。欸，我刚黑金了，该不会中了吧？欸，难道那是埃及皇权？不对啊，埃及皇权是黑金卡吗？不是吧？欸，真的欸，埃及皇权是黑金卡。也就是说你要出现2张黑金卡才有中。欸，这是新的吗？好像是新的。好，好像都有了这几只。来了，第二抽，第二次 ，Go！ 哇！我觉得一定40抽才中。哦，我不会中啊！我的钱正在流失。哎，好，至少埃及皇权不同张。那这张什么？这张是……好，第30抽，第30抽，来喽！拜托让我中，不要再花50颗了，神啊，让我中吧，拜托！可恶，没中，没中，没中，而且还是抽到一样的，哇哩咧，啊，200颗。真是200颗，哎，很惨呢。好，我再收集6颗，抽最后一次。好，我们要做第40抽了。哎，竟然要进行到第40抽，抽到象鱼，抽起来。好，这都必中了，不用看的啦。哎，
花200颗吧，各位，200颗哎，哎，不要卡住啊！哎，不要闹哦！哎，现在怎样？哦，吓死我了！让你走一走。哎，两罐不一样的。啊，两罐不一样的哦。这应该像你吧。哦。OK， 那这样子我埃及卡都有了。OK。像鱼。对的。好了，就是这样，40抽才抽到。大家衡量自己的能力啊，没有钱就不要花石头啊。好了，那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因为我会觉得这一次可以是蛮值得抽，所以才会花出30送30，然后反正我原本就110几颗，然后这样子130几颗啦。好了，那祝各位。第一抽抽中项羽啦，好，就这样啦，谢谢大家自己收看。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的左上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然后记得追踪我的 FB 跟 IG， 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